啊，现场的显然线路吼、哦，为了安全的问题吼、哦，请人徛在路中吼、哦。啊，请将吼、哦、向那个两边靠啊，拜托拜托吼、哦。海生企业的工作人员呢，请在外围两旁将人群堵住不要让那个参观的那个民众进来，以免造成交通的紊乱啊。所以我们请我们现在所有朋友，我知道大家非常热情，但是呢，我们请我们朋友往往的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。再次感谢我们淡水五圣门现在所有朋友，我们给热情的掌声，迎接我们的信港。